这本来这礼拜哈，本来这礼拜我要去陪哦，真正要去陪哦，礼拜天了，本来已经讲好了，结果哈，这一两天天气又上修，无法度，无法度去钓啊。没有，因为老板娘太生气了。这鱼啊有大小啦吼，你大小啊，甲细小啊 ，size 差真多。赶紧，你若有想要甲我买，你像伊讲我星期二伫南投有一个电话卡啦，一间好三只，大细只差真多。这只吼，这只就老板甲四斤重，较大只，这一只头六斤外七斤重，这无磅啦，大约啊，这拢现捞啊，这个鱼啊吼，包子98-99用到的。上大只只先来好不好？上大只只先来好不好？一句就好啦吼，为着要表示我的诚意，卖讲开3000、2000，安尼一直在咧纳价，安尼就无意思啊。一句就好哦，搁上10元伊就变价。即买一句就好，啊，若无人买，甲收掉。只只上大只只先来，啊，六斤贵，卖讲800-700，我最后讲出500好不好？老外大斤200几块银，台币1000外块银哦，500好不好？我啊，这只小大只，500无人爱，无对，较细先来，较细好无？我即摆倒头面，有人小家庭食袂完的无？这只都爱食两摆啊！我上次看你连十四人买，这只都爱食两摆啊！三百，不够水的，足好食的，真的哦！迄枇杷都等人吹。各一只，一项，每一尾拢无偏价吼，价格都不一样吼。这只三号，再话题啊。350，小个450。还400，你要来哦。650。这拢无偏价哦，大哥，咱先讲价哦，因为这大细差真多。这只5斤贵，来，我给你介绍大哥，400。这坚持啊，这两只无500无买啦，500好不好？好水的黄鱼一只青鱼，看好无？搁500好无？搁500好无？换一只，搁一届，搁500好无？搁500好无？搁500。我最后搁甲你问一届，恁找到300几下只的，大口罩的，一届买一半的，什么叫一半？总来，有无？卖讲恁厝的大口罩，你有好朋友哦，买一尾等你送伊，后生查某囝新妇。一句就好哦，无就揢你哦，这无咧降价哦，最后一句装起就好，这是成本都不够，老板。一声，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哦，来。